佛陀教导关于痛苦与欢乐，传导者如影前天发布了光之兄弟的讯息，在尘世中受苦的目的后，一些同修提出了不同看法。有人认为，如果说痛苦能让灵魂得到提升，那人类就该永远处于战争、疾病、饥饿、灾难之中，好使灵魂获得成长，何必还要扬升到高维呢？还有人认为，宣扬痛苦的益处就是在欺骗人类。人若相信了这种说法，就会给自己吸引来更多的痛苦。我个人觉得，那篇讯息的重点是让人们理解、接受自己的痛苦经历，从愤怒、不平、怨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。光之兄弟并没有说只有痛苦才能使灵魂成长，也没有说痛苦越多越好，只是说很多痛苦正是灵魂自己事先设定的，因为那对其成长有益。今天打坐时仍然在想着这个问题，看到佛陀大师显现出来后，我意识到他可能正是来教导这个话题的，于是请教道：请问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痛苦与欢乐？佛陀大师说，只有在三维世界，痛苦与欢乐才成为了两个相对的概念，两种相对的能量。在更高维度中，这两种能量并非截然分开。灵魂渴望投身于三维世界，以便真切地体验这两种区分开来的能量。灵魂的确会事先为自己设定一些痛苦的经历，并兴致勃勃、跃跃欲试地期待去品尝那些痛苦的滋味，就像人们渴望品尝从未吃过的菜肴。每尝到一种痛苦的味道，灵魂就对与之相应的那种欢乐有了更深的体会。这就如同你们吃过苦味的东西后再吃甜点，会对那种甜美可口的味道留下极深的印象。在三维世界中，有多少种痛苦，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欢乐。不经历某种痛苦，你们对与之相应的那种欢乐就会麻木、无感。可以说，经历一种痛苦，也就是发现了一种欢乐。这种经验的获得，对灵魂来说就是提升和成长。通过痛苦来了解欢乐，这是只有超越头脑的心灵才能理解的事。头脑总是陷于二元对立的分裂状态，在他看来，痛苦就是痛苦，绝不会是欢乐。假如说痛苦有益于灵魂进化，那就等于说欢乐无益于灵魂进化，这就是头脑可笑而又混乱的逻辑。其实痛苦与欢乐都有益于灵魂的进化，归根结底，它们是一体的，是同一种能量的两个面向，两个不断相互转化的面向。不过，尽管很多痛苦是灵魂自愿体验的，但也有一种痛苦是灵魂被迫承担的，那就是业力带来的痛苦。大规模的战争、灾难往往与人类集体的共业有关。这种痛苦虽不是灵魂心甘情愿承受的，但最终也有益于灵魂的成长，因为偿还业债的痛苦过程可以使灵魂深刻理解某些宇宙法则，学会尽可能少的制造业力或不去造业。实际上，只有一种痛苦对灵魂的成长是无益的，而且是完全无益，那就是因不了解自己为何受苦而产生的痛苦。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所受的痛苦都毫无意义时，他便处于最大的痛苦中了。这种痛苦及其引发的愤怒、怨恨，会大大阻碍灵魂的进化，使其停滞于某个阶段，无法继续前进。现在之所以有一些灵讯在告诉人们受过的苦是有意义的，正是为了帮助人们从这种无知造成的无意痛苦中解脱出来。总的来说，
当灵魂体验了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痛苦，并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一切之后，就没有必要再经历痛苦了。但前提是这灵魂的化身的彻底接受、理解、领悟、感恩自己遭遇过的所有痛苦。至于说黑暗势力的操控，那是有的。他们宣扬的观念是，痛苦能使人成长并取得成功。但你们要注意，他们指的是人在三维世界的世俗意义上的成长与成功，而不是灵魂在灵性和能量层面上的成长与成功。他们传播的那些励志故事，往往都是讲一个人如何受苦受难、卧薪尝胆，最后如何出人头地、大富大贵。这样的宣传确实影响了很多人，使人们误以为苦难预示着日后的成功，因而希望自己受的磨难越多越好。这些人渴求的是尘世的财富、名声。他们刻意去经历的痛苦，只是为黑暗势力提供了滋养和能量，对自己灵魂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。圣光层面的教导与暗光势力的宣传不同，不会鼓励人们通过痛苦经历去博取世俗的成就和利益，只会让人们专注于内在的灵性上的领悟和觉知。有些人阅读灵讯时，仍然停留在头脑层面的理解和评判上，而头脑难以将看似对立、矛盾的观点统一起来。只有心灵能做到这一点，也只有心灵能超越一切痛苦，看到那在痛苦中闪耀的欢乐之光。深深感恩佛陀大师的教导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